季刊又新的季刊又上市，然后所以我们这一次在特别选在高雄科工馆，邀集我们行动朋友还有我们的老师，将三位行动朋友，明豪、佩慈跟冠宇他们的又拿手的特产哦，蜂蜜蜜枣，还有我们香荚兰，能够透过老师美味的调理，变成相当色香味俱全，像是艺术品一样的一个料理。啊，我们在现场，我们邀集了20位的朋友一起来品尝这个料理，在非常悠闲的夏日午后，那有好的食材，有用心的农民，才有相当精致的料理。那高雄行农在不管每一个地方，用他们的理想跟热情，灌溉自己的土地，用出最棒的产品。我们希望透过每一期的季刊，让全国的好朋友都能够认识这群值得认识深交的好朋友——高雄行农。好。